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。很多人虽然皮肤状态还不错，但是法令纹却非常明显。法令纹是位于鼻翼边延伸而下的两道纹路，是典型的皮肤组织老化，造成肌肤表面凹陷的现象。脸上明显的法令纹会让自己看起来较为老态，没有亲切感，而且还会使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十岁。今天小编将跟大家分享三种能帮助淡化法令纹的天然方法，长期使用能让你的法令纹变得越来越浅。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荷荷巴油。荷荷巴油呈黄色，萃取自荷荷巴豆，非常滋润，无任何味道，具有良好的渗透性，1000年前就被广泛用来作为各种保养以治疗的用途。荷荷巴油富含抗氧化剂，如维生素 A 和 E 以及脂肪酸，它们是皮肤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们有助于对抗自由基，防止胶原蛋白的流失，因此能帮助改善皮肤松弛，还能防止法令纹和皱纹的形成。大家只需用指尖将一点点的荷荷巴油涂抹在皱纹和法令纹上，最好配合按摩，无需冲洗，最好每天早晚涂抹各一次。使用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你的法令纹、细纹和皱纹慢慢淡化，皮肤也会变得更加紧致有弹性。二、橄榄油。研究发现，近 73% 的橄榄油由单不饱和脂肪酸组成，这种物质能帮助增加皮肤弹性和紧致度，也有助于维持真皮组织中的正常含水量，能预防皮肤因干燥缺水引起的法令纹和皱纹。还有由于橄榄油富含惊人的抗氧化成分，因此能有效地减缓皮肤老化和保持皮肤的弹性。大家只需将橄榄油涂抹在法令纹和有细纹的部位，配合3分钟按摩，早晚各一次。三、玫瑰果油。玫瑰果油是南美洲的一种野生玫瑰果实，经由特殊新科技方法提炼萃取浓缩而成的，不含任何防腐剂的纯天然植物油，其主要成分由多种不饱和脂肪酸、各种抗氧化剂、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 组成，这些成分全都有非常好的养颜防老功效，能帮助对抗导致皮肤老化的自由基。玫瑰果油能通过促进表皮细胞的活性来提高皮肤再生和更新能力，因此能帮助延缓皮肤老化，还能让皮肤更加紧致有弹性，有效淡化法令纹和皱纹。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，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，也记得按下小铃铛，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